桌上有五个苹果，对，我拿起了两个，对，还有几个？你还有几个？我还有几个？对，你拿几个？我还有几个？你拿起了两个，我拿起了两个，我还有几个？还有几个？我还有几个？哇，他这种问很讨厌哦，他这种问很讨厌。所以答案，答案不是两个就是三个。废话。这一题如果我答对的话，嗯，我们就平手哎。那平手的话怎么办？对，最后单位就是说，如果我们两个平手的话，是主持人。对，应该是这个意思。应该是这个意思。差不多可以，应该是这样。没有这种规定的。好，如果平手，新来的。新来的，我也进来没有，开玩笑，没有，那就这么决定了。你刚刚说有哪些月份？你二十八天。我告诉你答案来。我知道答案，你不要给我看。居酒屋。什么？云霄飞车。这怎么啦？这什么？什么东西？是飞机，没有错。我先按了服务铃，空姐拿了饮料给我，我喝完之后，我的按一下去，我就开始睡觉。你以为每个人都要坐商务舱吗？哎，今天如果答题的是凯乐跟昌贤，我就演经济舱了。他也在答题啊。超长算钱。不是啊，他在啊，你在路边叫小姐，给他钱，凯乐也帮忙演一下。帮忙演，帮忙演。好。他不是在搭讪，他不是在调戏吗？搭讪调戏壁咚。这不又不是壁咚。他在干嘛呢？还能干嘛？